主料：鳕鱼500克，洋葱200克，辅料：葱花、蒜瓣、干红椒、生抽、蚝油、干淀粉、鸡精、香醋、白糖、盐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鳕鱼处理干净，切断，洋葱切丝，鳕鱼擦干，裹上干淀粉，入煎锅中煎至两面金黄呈出油炸也可。适量生抽、蚝油、白糖、香醋、鸡精调成料汁，油锅加少许油烧热，下入葱花蒜瓣爆香，下入料汁烧开，下入鳕鱼段和干红椒轻轻翻动，下入洋葱丝翻炒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鳕鱼油炸也可以，但是油量太大，建议油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